我们养护的虎皮兰为什么出现叶片越咬越薄，严重的话出现了这种倒伏的现象。虎皮兰出现倒伏有几个原因。一，我们摆放的时候呢，把它放在过阴过暗的环境，缺少光照，出现徒长，枝条越长越薄，就会出现倒伏的现象。第二个，我们平时养护呢，很多花友都喜欢使用一些含氮肥比较高的肥料，这些肥料呢缺少磷钾元素，就会导致叶子越长越薄，就出现倒伏的现象。再看一下我这盆叶片呢，非常硬朗，而且是长得非常高。其实养护也是非常简单，一年换一次盆。第二个呢就是养分了，我们最好是选择一些磷钾肥比较高的肥料，主要是促进叶片生长更硬朗，后期叶片呢越长越壮，增加它的观赏性。出现这种情况呢，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下养护环境，逐渐的把它放到有光照的地方。夏季呢一定要避免强光，容易灼伤叶片，要适当的遮阴，然后呢每隔一个月一小勺均匀的撒在盆土表面就行了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个叶片呢慢慢的能恢复过来。好了，喜欢虎皮兰的花园盆，我们这样养护呢防止叶片倒伏。好，再见。